常回家看看。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可怜我这孙子了。这关让我们帮留守的孩子渡过难关。这屋顶都破了，拿木板帮他们修修好。谢谢姐姐，屋顶太高我够不着，我一定要快快长高。这是要感谢我吗？他奶奶躺在这里好像生病了呀，得吃药呀，这里有草药。哎，我们给他熬草药。药熬好了给奶奶喝。年纪大了身体不好，真是苦了我孙儿天天照顾我。谢谢姐姐，我奶奶现在好多了。奶奶很快就康复了。这有个单子，献出你的爱心吧。爸爸妈妈说只要我拿第一名就回来看我，我次次第一名。这是空投的吗？哦，是件羽绒服，给小男孩穿上。爸爸妈妈寄回来的钱我得存着给奶奶养病。这小孩真懂事，真是个孝顺的孩子呀。这爱心值还不满。哦，这缸里没水了，打满水。好，放在这里。我力气大了，我要多帮家里干活。哎，这眼睛怎么蒙上了？蒙上了篷布。这里有手机，接听。喂，你们可以出来了。爸爸妈妈谢谢姐姐，我要好好学习，长大了也要去帮助其他人。这画面也太温馨了吧。